118，驾驶网约车在无分隔双向两车道行驶，下列哪些情形是不宜超车的？双向的两车道，而且还没有分隔。OK，你看，A 是对向车道，车流的，那是不宜超车。前车不让行，不能超车。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，不能超车。前车按限速行驶，按限速行驶就是说它这个速度已经是上限了，你要超车，那你就已经超速了，这也不能超车，不宜超车。本身它限速行驶已经是这条道路规定的最高速度了，为什么是规定的速度呢？因为速度太快的话就会发生危险，如果你超它，你就会比限速更快，容易发生危险。